那你们当初想要就用烧甘蔗？甘蔗是冬天盛产嘛？以前的人说那个烤甘蔗对肺部很好，润肺润喉。它吃起来会更甜吗？有一点焦糖的味道，它会稍微甜一点。我每次呢喝呢跟焦糖有关系的，他就说这是属于你的，你自己萧郎马奇朵。民生西路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在哪里？在台北民生西路，民生西路。笑点滴哦，先到西药房买两瓶点滴，回去放在桌上，然后就一直笑他。哎，点滴，假点滴，点滴。和阳光约会吧，痛吧，痛吧。可是我没听过这首歌。我帮你买了一块地，什么地？只听他地。萧郎马奇朵，你是萧郎哦。要削多长？差不多这个长度。差不多大概三节啊。对，这样。对。三节就是春节、中秋节。我听过了，这个有听过，有同步了。那我没有讲，你好像第一次听，都没有在认真。他很贴心的，对，他就闪过那个截头，至少这一段呢，对，那个就可以直接吃这样哦。你要转甘蔗要转哦，甘蔗要转，对，我以为我要转，甘蔗要转，甘蔗要转一下，哦，那要转要转，对对对对，借我一下，好，哎呦，哦。巴拉哒哒哒哒哒，拜拜拜拜拜拜！不要闹了，这个还要吗？这个绑架你谁？没有，这个榨汁的。啊，榨汁的，长笛哦。阿美，刷子刷刷，今天音乐会表演结束。直接给笼里面了，对，那有洞那个，好好好，放进去。是啊，火要加一下火。他们家我大概买超过20次以上。你说就是修甘蔗吗？对，没有想到呢，事情经过20年之后，我还要再回来约为他们家介绍一下。对对对，啊，那需要转吗？等一下要换边。要换边啊？对。好好，来来换边换边。那我那现在这样，哎哎，对了，进攻吧，把房子怎么观察？有没有冒汁了？对，它会像这样子，哦，黄黄的，那个焦糖就出来了。对，要转了吗？对啊，你看，给你转吗？给你转，好，转转转，给你转，拿出来就换一边，好，还要再塞回去啊？对啊，还要再塞进去啊？没没没，还没，你还没有转啊？转啊，拿出来，拿出来就好了。拿出来，对，换头，换边，对对对对，换边。我以为。Up and down， 上下换边，不是哦。威哥今天是有在装傻吗？他说你平常可以在节目聪明一点吗？不然人家会觉得我跟一个智障在一起。哦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哎呦喂，你觉得我这样在跟你，我会有前途吗？有透就是很烫，很烫哎。我觉得我的未来看绿啊，真的好烫啊！而且咬甘蔗哦，不能站着咬，为什么？场面不好看。I got the greatness, I got the levels to take me above. I am fire, I'm electricity. 川哥，你膝盖不是不能蹲吗？为了要求这个场面，安壮，吓到你准备配合我？没有配合，安壮，安壮。你这样调试群都吃甘蔗很厉害，比较对吗？对身体也比较好，真的。对，下次我们就把甘蔗切一小块小块，大家哦，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大哥，对哦，一些这个前辈老板们，大家就咬甘蔗，赢了啦！啊，哎，其实很有班呢，像像像，像多女人，像像像像，你讲吼，好吗？是是，安啦安啦安啦，咱袂使上伤久，咱叫来，我无吼，等伊来，咱已经吃完啦。你带太短，一下就吃完了。对啊，因为好吃啊，叫敦亲睦邻吼，去那边嘛，把另外一半的甜蜜分给他，那就像像进来吃，进来吃，进来吃。对，送礼自用两相宜的。真的真的，而且场面又好看。
这什么场面啊？在露营区呢，吃到我们这种山珍海味，这边是鸡肉，那边是松板猪，中间是鱼肉，是海鲈鱼。蔬菜都是我们产地直送的，我们埔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农特产。对呀，我们的茭白笋都是埔里最有名的农特产。真的，而且你看这个龙虾，这是我们的澳洲生冻龙虾。然后这是我们澎湖的套 Q。哦，哎呀，澎湖套 Q 游到这边来不容易，他从台中港上岸。整个园区呢，让我们真是这个整个绿草如茵啊，真的可以吸收到很多分多精，真的，而且一吸起来还舍不得吐出来，因为都憋气憋特别久。对我来讲啊，万物皆有情，所以抱着它就要唱有情。对，有感受到我们的灵气，有感受到你们的情，要来确认，要跟我们讲一下，要来吸我们的灵气，要通知，要打个电话预约。桂花正在开，对，这边都可以。如果你吸很用力的时候，那个树枝会往你这边靠。对对对，预备，一二三，你看两个白痴。你吸比较大力哦。接下来我带你们到一楼去看我们的客厅还有房间。好，看一下客厅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可以帮你倒个水。好好好。哇，这个它就是整个树屋的感觉更明显了，像因为全部几乎都用木头。其实木头呢，在室内呢，它会散发那个油。你看我们台湾那个黄块还是红块，你放在桌上，你如果没有去翻动它，它很快会粘住掉。它就是它还在散发它的油。那边是我们的和室，也可以哦，还有和室哦。然后这里是老的和室吗？和室老啊，不是。他真的偏喜欢烂的。而且你看，他准备长灵芝了，那个是灵芝的菌包。对啊，而且你看这只灵芝呢，它应该是男生。有没有？你要生男孩，要人家求一下，会不会以后人家说，我要特别选那个会生男孩的房间，柜子在那边，我要放一个那个投币的红在这里。哎哎，这个就厉害了，你看，生意人就生意人。现在看到他的距离，也许是这样子。对对。那还有四个字要讲，来日方长。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觉得感动。小孩子要吃什么？对，应有尽有。真的猜哦，真的猜啊！都住在旁边，还怕什么？下次要准备好一点。不要跟我爸讲哦。对，这边的星空也一定很漂亮啊，置身大自然。对啊，而且你跟老婆吵架了，我们可以坐外面，按老婆坐。没有，他们有那个个人帐，个人帐在外面。你说他的歌难听到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。一直在路上都有感受到，对，他自己起 key， 他唱哪一首歌，我到后面我不知道他在唱哪一首。那你说他结婚的时候怎么样？晚上的时候南斗会后会，然后晚上原住民会有一些就歌谣，就像上次一样，那个弹吉他那个在花莲弹吉他那个是他朋友，我们都互相认识，一家人。你的第一次什么时候？嘿呦嘿呦嘿嘿。他每次唱一圈到我的时候就卡在我这边，然后就要喝酒。他到他的时候他就卡在他那边，然后他被他的同学笑到不行，被他的朋友还有他弟弟说，哎呦，从小就这样呢，是从小一段。他刚刚跟我那有一眼，他说那边有很多肥猪。因为我们一般人是看到那个土地说这土地应该很值钱，那一看哎呦，那里应该有很多吃的。原住民笑话还有一个超好笑的，哪一个？曾经我的一个伯父他去打猎，然后打完猎，然后就被警察临检，警察说你打的是什么？你明明打的就是三枪，不是三枪，我用一枪就打死了，怎么三枪？我有听到另外一个也很好笑的，就是他的车上已经打了一只山羊掉在那边，警察不。来，你是不是打了不该打了？这是山羊。哎呦，看清楚，这是光羊。那个英文你没有看懂，那是光羊，你是山羊，不一样的。看到没有？很美耶。你看，从左边那边奋起湖就在那里。现在只是看到这边草岭、塔塔山系、塔塔山系。这就是周族的圣山呐！哇塞！
我表弟的老婆就是周族的，他们最喜欢旅游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怎么说？因为周族嘛，嗯，周周周周周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这个还不错，是好的开始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被你说着说着，好像看到铁轨，肚子也饿了起来。大部分人都会在奋起湖吃，这一站也有，而且它是预约制，大家都会以为说火车便当呢是这样子送的。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吗？是肚子这么大的人送的。他是火车控肉便当。我们用专业的爱意袋，这一块比较密，就先把这个爱意纸装进去。对，好，还要绑起来。这个水呢，容器手跟容器都不能有油脂，有它很挑剔哦，就有油脂就绝对洗不起来。哦，真的？对。哦哟。所以一个人太油会有问题，连讲话都不能油腔滑调。那我先练个筋，先净化一下。然后这个水呢，我们就是不用 RO 逆渗透，因为它没有矿物质，是绝对会洗不起来。像我们洗的这个是山泉水，煮沸之后放冷才洗，然后它就慢慢会果浆跑出来。哦，果浆，哦，有一点变颜色，对，那现在换你们自己。其实摸起来的那个感觉呢，有一点点好像不溜不溜不溜，然后又有点带黏稠。这么一小袋可以洗一碗还是可以洗很多碗？这个有比例，就是粥汤好汤妈妈。妈妈，什么都不比刷。又来了，已经烤多久了，妈妈？你要看看山猪是什么时候追。他还死了，死了，还要杀，还要烤，很久了。嗯，对，这盘已经一个月了。好吃，很好吃，因为怕那个有那种烟熏的。不熟了，这个。那个熟了，那个熟了。那叶妈妈有大蒜吗？自己剥。哦，自己剥，很大声。自己卫生了，自己摸自己摸。对对对，自己摸自己的，比较没有问题。别挂屁！我妈妈说你开黄腔。哪有？可以吃喽！哦，要跳，要慢慢跳，它那个膜才会哦，停下来。它有个膜，竹子有个膜。你几岁还这么有力气？十八岁。十八岁。叶妈妈，你刚刚是有耍帅的意思。对，我刚刚有看到警察呢，警车从这里经过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妹，要慢慢敲。慢慢敲。哦，有有，哎呦，可以可以。来来来，哇，感觉。哇，那个竹，那个竹子膜，你看，还蛮嫩，很漂亮哎。这个漂亮。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。哟，这个太漂亮。这个太漂亮了啊，很完整，很完整。对。好吃不？好吃好吃。它那个竹子的那个香味是有进去。对呀对呀。已经是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是小喇叭，是有一点点那样子。马匪。马匪。好吃好吃。马匪。原住民的话也马匪。哦，马匪好吃。软嫩。然后，但是要带一点比较干一点点，它不像说肉粽的话比较黏，而且竹子香非常明显。对，那个香肠再切一点。那那也没做，我下去喂你。这边也撒一点。哦，那好啊！哦哦，没有，所以你对原住民不能说一点，一点点就好多，就很多了，就一个。要讲短一点。哎呦，好棒的一个地方，超级香哎！因为这种氛围会让你觉得说，哇，天宽地阔，然后整个青翠山林里面吃任何东西都特别好吃。建志兄，哎，顺哥，哇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嘉哥伯伯，你好，你好，兄哥你好，建志兄不是兄哥，哎，我要姓建，然后。建志，但是这个季节我们现在来的时候，还有什么茶可以采？现在就是采这一种小芽尖。刚才我们这个比较特殊，就是说我们拿来做白茶。我小时候都白，有人叫我白茶，白茶，然后又一个七啊。你不要再自我介绍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。好，一年一年成茶，三年成药，五年法。
那我们就是像这样小牙尖，要把它踩起来。哎，我这个还有一点白毫嘞。白茶最重点就是有那个白毫，白茶它是可以入药，入药。因为听说它是比较退火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时间刚好是我们山区的孟宗祖现在在正在产冬笋的时间。冬笋不是很珍贵吗？非常珍贵，又嫩，特别甜啊，脆，跟那种高山的那种。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哎呦，有蛇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的够辣，吓我！吸引他爆假菜爆！你好，你好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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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称呼你？叫我轰轰就好了，做事情都烈烈的，轰轰烈烈。好的，你是原住民吗？我一半。一半，对，哪一半？我看一下。对，后后半段，我下半身是原住民。上半身是。那遗传到好的部分算不错哦。仕途老马老司机，每次你带路呢，基本上都不用导航。好，跟你哦。好好好，跟着。好好好好。哎，你好，在测量吗？哎，你好你好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。对对对。哎，哦。哎呦，这个仪式感不错哦！我跟你讲，我有没有认真一点，认真一点？对对对对对，哎哎，哦哦，你现在拜神明是不是？不是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哎，因为我刚出来，我就不知道要往哪一边去了。我想说，我公公跟你对面被水沙空笑了呢。啊，但你我有些是笑的，轻笑的，你有些是撩脸的，你轻笑的，什么玩意儿？走走走吧。这个叫做量帽器，对，就是我想先确认一下你们的头围，嗯，帮你调整一下，还要再小吗？我如果你不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头就不会痛。哎，那是金箍的，喂，你的头围是56公分，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位朋友。那我直接量你现在头上这一顶。因为他的头呢，随着年纪跟年轮一样，是渐渐一直在变大，所以对对，智慧智慧。后来里面装了很多水啊。他是58，五十八，也差没有两步啊。我可以先拿针，这个是珠针，这是珠针，对对对，这个没有办法缝。所以说得好，人呆看面就知，人懵看行动。我示范给你那个结的。你是师范大学吗？如果有时候说不好笑，你就不用笑，没关系。打结的方式就是我像我这样子捏着，现在后面是没有结嘛？对对对。放上来，对，然后绕两圈，然后捏住，拉，然后结就打好。等一下，老师，我头有点痛，等我一下。因为做到这种小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头就开始痛。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啦，直直的拿着针，然后转三圈，一二三，把它捏住，就拉起来就好。对对，真的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叫我这个？因为我一直以来是这样子啦。哦，一二三，然后捏住，捏住，好，往上拉，对，拉紧。嘿 ，magic。我怎么也觉得我安慰很多，神又被弄。走在山林里的一年，真的在山里面的。每一天每一夜的思念，有他们坚持和爱的历练。访问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来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来来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来，哇，我有一次哦，弹吉他，弹到我旁边那个女生弹哭了，为什么呢？我后来才知道，因为那个吉他一直在撞她的头，弄到她的眼睛，然后她就哭了。喂，老师，刚刚谁在处理那个音响的？哦，在那边的，音响小哥，音响小哥，你平常就负责音响吗？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知心哦，有人知心，有人不知心。对对对，然后算有知心，那费用算比较高的。哎，有知心的，因为一般来这边都是老师、义工的老师。对，都是志工，都是志工的。其实我看每个人，大家各具他们的可爱，他们都很欢乐。来来来，你看，这三位是从哪里来？都蛮高的。彰化，你从彰化，啊你呢？他们是兄弟。哦，你们是兄弟，从小在那边长大。啊，你呢？我跟刚刚那个是双胞胎。哦，双胞胎。哦，他知心，你不知心。那你知什么？知乐。知乐，你是知乐。哦，知足常乐。嗯，对对对。啊，你呢？我来自香港。香港，香港，没有啊。你为什么会坐到这边？住在山里面，开心吗？对，开心啊。来在这边多久了？我们每半年都会回去香港一次。嗯。应该有十年了吧？已经十年了，其实所以你现在没有香港的口音了，对，你现在是山西的口音了，我已经完全听不出来你香港啊。哎哎，广东话是讲吗？会听不会讲。哎，这听这讲啊，所以来这边居住的环境很重要，让你要去学广东话来教他们，对，大家文化的国际化哈，就是姐姐啊，这姐姐，这两个是姐姐，姐姐，因为所以你们三个啊，对对，这三个是香港来的，香港来的朋友，我广东话 OK， 要听，要听，听他们也来很久，来来那个帅哥来，来帅哥，这个很帅哎，对啊，你怎么会帅成这个样子？你是哪一族的朋友？布农族，布农族，那你也在这边多久了？从小到大跟着。因为妈妈是这边的，算是创办人，然后也带着我们一段时间。OK OK， 等于你有一个负责要带领大家的感觉，我小朋友，嗯，我没有，我是也是跟着的，跟着的，是是是。那在这个原野长大，嗯，但是你现在长得这么帅，嗯，万一有一天有人说，哎，要不要去演那个偶像剧什么的？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妈妈，她要离开山里了。我有看到她点头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